精灵捉到去会展，点知咁简单啊？嚟会展梗系去一年一度嘅动漫节啦。今年动漫节有超过600个摊位，漫画 cosplay 照旧有齐晒，但系焦点就唔少得 Sony PlayStation 嘅 VR， 香港版卖3180元，连卖镜头就卖3480元。嚟到动漫节就有得预订，仲有埋试玩添。对家 Xbox 就搞个电竞派对，俾大家即场挑机打 Forza Formula E 挑战赛同埋 Minecraft Battle 战咁话。另外 Figure 都系每年嘅出血位，今年 Hot Toys 就搞个 Star Wars 同埋 Marvel 嘅展览，只七尺巨型嘅 Ant-Man， 哇，真系大到吓死人啊！仲有埋识闪灯同埋发声嘅 R2D2。仲有嚟紧上画嘅自杀特工1:6 figure 添，啲表情够晒仔细啊！呢只 Hulkbuster 揿个掣就识得自动换装甲，喂系咪劲先？今年仲有几款大热游戏喺场内做推广，例如《机动高达战士 Online PC 版》会有现场试玩，《时空之门》亦都会有礼品扭蛋送。不过呢，如果是送女，这样就好了。